吃各种脱骨的食物，今天挺丰盛的。惠子老师，那可是，今天给你两口吃完，吃完都是我的，头都打傻了。不过没白来，今天还能吃两口。这是什么新招式？往嘴里狂灌呢？脱骨，这招叫360度无敌旋风脱骨，360度脱骨，加5分。解锁新招式，两口，再来个大手枪腿吧。打着你这两口也吃不完，先脱骨。好，一口。这口才是我的。林老师吃剩的，扣10分。下一个吃老师的手，扣5分，扣3分。盛老师，脱骨技术炉火纯青啊！勉强加10分吧。哎呦，这个手势，似曾相识，不好，加3分。我。吃个最有食欲的吧。合着到现在，老师就只吃了个你的口水。我先脱个骨，减3分。啥意思？因为你没有回答老师的问题。脱骨，都是我的。大嘴神功又进步了。真香！哎呀，敢问谁能做到一口脱骨？两口了，鸡翅拿来。这个是什么腿？鸡腿。回避老师问题。鸡腿，减3分，小鸡腿，减2分，小羊腿，减5分，鹅腿，减10分，老师的腿，扣50分，这叫鹌鹑的腿，哎，又是只给老师剩个腿搓搓味儿啊。然后我们吃这个全场最黑的，这可是老师的最爱啊。不错，加5分，有悟性，Go。 对了，先给你加上10分，那就吃个这吧。哦，是真能吃啊！嗯，脱骨，最后一题了，老师，我们一人一个，加分，加不加分？那我自己吃。开个玩笑，别当真。行了，考试结束了啊！我觉得我今天考的应该不错，你们说我考了多少分啊？